我先走这。成龙，真的假的？成龙，快点！我慢一点，快点！成龙在哪？哪里？干！太扯了！成龙！小心！哎，有人摔倒了、啊。洪凯，我们不能分开，洪凯。OK。哎，接过。接过，哎，暴动了！暴动！洪凯过来！哎，好，成龙，在哪？洪凯，你在哪？晚上人太多了。哎，太扯了！这个就不得了了。哎，这个是车子在开的，哎，怎么大家都这样子跑啊？太夸张了吧！太夸张了！成龙在哪？快点！一分钟！快点！没有多久啊！快点！超级多了！洪凯，快点！我真的快了！洪凯！快点！洪凯！我超级暴动啊！快点！我觉得，洪凯，你要不要先拉掉那个？充电的，没关系，我们很近，现在进不去。很近吗？哎、欸，我们现在很近啊。哪里？往前一点呢、啊？哎、欸，哪里？往前。快点到了，我往回走。好，你快往前。快点。哪里？剩下一个。哎、欸，出来了，先点再说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出去了。我们先出去。出不去。就照着走。1890哎。早早就可以。1890。洪凯，你要先拔。超多的那种境界，真的很夸张。你们没看到我抓到干？没办法，我刚刚进去那个地方真的是太恐怖了，没办法。看我的成龙啊，我给你们看，技能超好，技能是好的，然后1890 CP， 哇，听到人先到了，我们刚刚喝饮，我们饮料放在那里，要不要？我给你们，我先给他们看一下我的成龙，我刚刚抓到的，你把点大，这是刚刚抓到的哦，这刚抓到的啊，1890这只，超，技能是极动光线，然后小招也是最好的，只是不知道是 IV 多少啊，回去再看，走。干！我刚刚没有抓到的瞬间，然后就断线了，啊，快疯了啦！我的饮料还在吗？我的可乐还在，不幸中的大幸，可乐还在，累死我了！哎、欸，今天出第二只了、欸，我来已经抓第二只成龙了、欸，哎，对啊，夸张哎，第二只真的是超级夸张，第一次就在我、哦、对，第一次还好，第二只是很和平，第二只真的太夸张了，因为第一次的 CP 超低，然后技能没有很好。好啊，要再看。我刚刚不是开给你们看过了？我刚刚进去那边真的是太夸张了，人真的是挤到我完全没有办法走路，就是被挤在中间，完全不能动。然后车子也被卡在中间，都不能动。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人太多，网路就不稳了，所以就断掉了。这个我也没办法。哎，这刚刚抓到的技能，极动光线，刚刚抓到的，9月1号。刚抓到1890，哦，累死我了，哦。